早上好，现在是周四的11点，中午11点多，然后这是我们家的圣诞树，好看吧？嘿，我今天也戴了这样 match 的耳环。红枣桂圆汤，这是西红柿烧肉圆，有爆虾，还有番茄土龟汤，闻着超香的。我最喜欢吃的炒面包，小米走。天气超好，哇，现在晴空万里。我们散步到了小区边的湖边，哦，那边是不是有个白鹭鸶啊？嘿，今年特别多耶。Wow. 高富爷爷和富奶奶给我们送来了他们亲手做的糯米团子，超级 Q。 佳佳，它外面是椰丝，里面是花生、芝麻和糖，好好吃。我现在要开一个包裹，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我要试一下。我进去卫生间，里面没电。你不要先。哇哦 ，It's my size， 好看。好看吗？好看，好好看呀，超级无敌好看，而且很合脚，感谢欧欧。在迈阿密的第二天，我会陪我来潜水。去吃 LA crawfish 啦。我们点了两碗越南米线，一碗是小龙虾的，然后这一碗是 beef brisket， 一磅小龙虾，然后我们点的是 Cajun style。天哪，早上好，今天是周日的12点，这个阳光很明媚啊。这里面还有一只鲫鱼，你看。到Little Havana 的游客中心，然后这个大公鸡，我和 Yuki 在这里照过相，哈哈哈哈哈哈。然后在小店里，皮肤怎么了？甘蔗汁。噔噔噔噔，这个是纯的这个甘蔗汁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味道甜，甜是吧？但是好喝，这个甘蔗汁好好喝。嗯，
才去市中心看芭蕾舞剧《胡桃夹子》。到了。我们现在到了迈阿密的 museum， 然后我们要去的是对下面这个 art museum 这里。哎，可惜好像我们进不去，应该是关门了，有可能因为今天晚上是圣诞夜吧，但是网站上都没有说。然后看一下对面的这个科技馆开不开门吧，然后问下来是因为人太少了，所以他们把艺术馆关掉了，然后让大家来看这个科技馆。你看这两个蓝色这个东西，然后在洞里面讲话，然后另一边这个洞里会听到，然后从这里讲应该就能听到了。然后看一下啊，喂，你有听到我吗？这声音太清楚了，怎么这个样子？又到了海边啦，然后我们应该就是和这个海峡的对岸，就是我们住的地方——南沙滩。来看一看，我们可不可以骑这个这个叫什么？自行车。好想玩这个，可以荡来荡去的，这样也行。我天啊，这也太像了吧！太我们现在到机场啦，一会儿就要飞 Grand Cayman 了。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 vlog 啦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那就 like, comment and subscribe below。